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迅速发展，环境卫生对我们的健康好有影响。因应近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，位于元朗朗屏的洪荒而作出一系列清洁措施。访客经常接触到的设施，例如扶手、升降机制、荧幕显示器，每两小时就会用1:99稀释漂白水消毒清洁。另外，于大堂加设消毒地毡及增设消毒站，访客就可以用消毒搓手液清洁双手。除此之外，洪荒的管理公司对卫生防疫规格要求甚高，制定了大厦工作卫生指引，要求大厦职员、承办商及工作人员于工作前量度体温，及于工作时亦需佩戴口罩。大厦亦鼓励商铺提供消毒搓手液及定时清洁。各种防疫工作都为致力保障访客健康，访客来洪荒时就配合卫生，更加安心和放心啦。齐齐抗疫，洪荒准备好。